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俺是想问，你眼睛是瞎的，你看东西不方便，你连厨房都找不着，你是咋做菜的？啊，这做菜呀，不需要眼睛。啊？这做菜靠的是手摸、耳听、鼻闻，嘴尝啊。真的？材料新鲜与否，品质如何，全靠手底下的感觉。 比用眼睛看得还准，油热的几分，菜熟的几成，都是靠耳朵来掌握。油盐酱醋各有风味，这菜做出来什么味道，只要用鼻子就能知道。最后就是品，咋品啊？ 就是用你的嘴尝啊，傻丫头！好好吃啊，太师傅，你这太厉害了，你太厨子真的好好吃。哼，好好吃，真的好好吃，你怎么做到的？给人看不见，怎么做这么好吃？哼，上边疼。 带啥好吃的了？你看啥呢？看得这么入神。哎，怎么一滴雨都不下啊？没下雨多好啊，大晴天。谁说的？要是下雨打雷才好呢。你还说呢？上次打雷差点没把你给劈死，幸好啊有俺在。我巴不得你不在。嗯？啊，没什么。 别说这个了，赶紧吃点东西吧。你看，俺给你带啥了？菜刀、凤眼、螺蛳、房菜。俺一路上怕凉了，所以跑着过来的。赶紧吃了吧。咋了？不好吃啊？不是。 你是不是有啥心事啊？要不然说出来。哦，俺知道了，你肯定在担心明天的量标会吧？你别再提量标会了，行不行啊？你知不知道，其实这个量标会我一点都不想去参加，我真的无法想象，到时候我一上台表现到底会怎么样。 这有啥可烦的呀？你那么聪明，啥都会，啥都会做。你看啊，还练习扎马步呢。你就已经粗粗粗，弄会飞檐走壁了。你就算呀，没你这身好功夫，光凭你这张嘴和你这脑袋瓜，你就比人家抡枪使棍的强多了。雷儿，你教了我一个很好的办法。俺教你啥了？ 没什么，来，奖励你，吃，真乖，来，快吃，再吃一口，来，太谢谢你了，嗯。 萧某恭迎王爷格格大驾光临呐！恭迎王爷格格。信义镖局屡次救我于危难，况且还替我洗清走私之冤，萧总镖头莫再客气。我也是好奇这量标会到底是什么样子，所以要阿玛一定带我来开开眼界。王爷格格，吴镇祥给你们请安了。王爷格格，请入里面的贵宾席。多谢。
哎，王爷，请。哎，王爷好。王爷吉祥。王爷吉祥。王爷好。王爷好。王爷好。王爷吉祥。王爷吉祥。让王爷哥。王爷吉。吴振祥，请看了。王爷强。亚郎来干什么？难道是我看错了？这是同生镖局的总镖头赵长贵。别看同生镖局规模不大，可赵长贵是青城派的高手，功夫够硬，和胡大成不相上下。赵武兰，你今天最后对付的就应该是他和胡大成。同生镖局赵长贵胜，现在有请信义镖局胡大成和飞虎镖局徐镖头对战。少镖头指教，我就先向我们信义镖局的胡大成副总镖头讨教。看似轻飘飘的，可竟然能把苍蝇抓住，厉害！是啊，这小少镖头果然名不虚传，绝了，真够厉害的！啊！请教少镖头。胡镖头请。哎，请慢。
稍等一下。怎么又停了？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又停了，就是。你这招打虎式原本是攻我中路的，稳扎稳打，应该说相当的不错。可如果我使一招风起洞庭，看似我是直冲着你的权势而来，其实不然，我一个错步就能够避开你的拳了。而你的劲力这个时候已经来不及撤回了，我回手连一招犀牛望月就能够攻到你的后脑。那如果我用凤凰三点头连击三出呢？那我就来个醉卧锦娘，以步伐避过你的三。他们在说什么？转身正好直取，华山论剑，避无可避。那我看来我在少彪德这儿，我真是一招都不管用啊！惭愧惭愧，我胡大成输的是心服口服。大成叔，您真的是过奖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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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用打他都赢了，光说就能赢的人那就是高手中的高手。哎，谁敢不服？谁要是敢不服，我吴楚，我吴振祥，我跪下给他磕头。等等，我不服。谁敢不服我看看。我你不服，你不服你上啊。我是同生镖局赵长贵，刚才那场我不服。赵总镖头，你这话怎么说？一招没对就认输，明显是那胡大成偏私你这少东家。比武之事大家有目共睹，怎么会是偏私呢？你把话说说清楚。不必多说，小少镖头，我们手底下见真招，实打实的来一场，你敢不敢？少镖头，比较比，把他打个落水流花。别开大声！怎么办？少镖头，上！赵镖头，请。不知道我的救命三招能撑多久。够结实了，还有两招，一定要撂倒他才行。都没力气了，怎么办？
劝你还是不要出手的好。我还能打，是不是看不起我？赵镖头，你这要是勉强再比，一定会受重伤的，那样犬子可就枉费了一片用心了。怎么说？犬子的心思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他不愿再动手是因为知道拳脚无眼。其实我们都是多年走镖之人，也明白这镖局讲究的不是强征武功第一，而是出入平安以和为贵。原本这亮镖会就是大家切磋展示武艺，并非生死相搏，大家点到为止。对，赵镖头，你出自青城派，功夫以灵巧见长，适合走水路镖运。但是今天在这个擂台之上所需要的是大开大合的功夫，你我再打下去，你一定会吃亏的，我也一定会伤了你。如果这样，我的心里也会过意不去，而且这也失去了亮镖会切磋武功的真意。哎，没想到萧少镖头是这样一心为对手着想的人。好，赵某服了，承让了。好，这萧少镖头不但武艺高强，还能以德服人啊，不容易啊。诸位，小某在这里除了感谢众位拨冗前来之外，还要宣布一件事情。小某决定择日金盆洗手，届时就会将信义镖局总镖头之位交给犬子萧五魁。希望诸位多多关照他呀。谢谢。小某在此谢过了，谢过了。酒脏了，再倒一杯给我。恭喜萧少镖头，今日我输得心服口服，萧总镖头讲得对。赵总镖头，你真是太客气了，来，干。干。格格，格格，格格，你也在这儿呢，哎呀，真是太巧了。你是不是也看不惯镖局那帮人的嘴脸？我也看不惯。既然相请不如偶遇，不如这样，格格，我做东，咱们出去吃顿好的，怎么样？不用了，请自便。格格，你客气。吴队长，请自重。格格，其实你不用这么不好意思，你娘早就把你许配给我了。我娘十年前就过世了，谁答应的这件事，你找谁去？与我无关。格格，我觉得我们之间有那么一点点的误会。其实我这个人吧，吴队长，怎么不去喝酒热闹一下呢？是不是我们镖局的菜不合你胃口？我们走，别理他。嗯，等一下，你觉得你有几下子身手，你就很了不起，是不是？哦，刚才是谁嚷着要对萧少镖头磕头拜服的？刚才。他功夫还可以啊，再说我就是捧捧场，瞎起起哄嘛。再说我有洋枪，你武功再好有什么用啊？啊，你架势还没拉起来呢，我枪就举起来了。
砰砰，我就把你给崩了。对呀、啊，只要有洋枪，那不是比什么武功都强吗？怎么样，被我说中了吧？他怕了，怕了。人家是在笑话你呢。你以为我没有见过洋枪呀？有你装子弹点火药那点功夫，他早就一巴掌把你打到不知道哪儿去了。啊？哦，那是当然。哎呀，这里吵得很，劳烦萧少镖头给我找个安静的庭院休息休息。好，这边请。灭我的威风，抢我的女人，早晚有一天我得把你毙了。怎么，还在想刚才的事啊？不用放在心上。啊，没有没有，有你那番驳词，我还怎么会介意呢？莫雅，你虽然不是习武之人，可是你说出来的话却非常有见地。但是，我觉得这种说法也有失偏颇。其实洋枪并非那么不堪的。我在广州的时候，原来你带我来这里，是为了指证我的说法呀？对不起，不是这样的。好了，都怪我多嘴。对不起啊。好了，真的对不起。啊，嘿，你笑了啊？我是笑你，刚才的擂台英雄一下子变成这个样子，真该让大家都来看看。我这个样子只有你能看，来，先坐，来，我有很多东西要给你看呢，来，先坐。这个是西洋琉璃做的，很精细，它有好几种颜色呢，你喜欢哪个就拿回去玩吧。哦，还有这个呢，是咖啡豆，咖啡就是用这个煮的，很香，闻闻。不过在煮的时候先要磨成粉，那样才会有香味。要不要我给你煮一杯？很香的。不用了。哦，你很热啊，来坐下。这个是西洋铁扇，你看转这儿就有风了。来，我给你试一下，好玩吧？你怎么有那么多新鲜又有趣的东西啊？和你在一起真好，什么都不用想，只有快乐。坏了，哎，真是！哎，我马上修好。算了，我也没有那么热。哦，倒是你啊，一头的汗。是留声机，我认得。可不可以放点音乐？当然可以。
上一次听的留声机还是我们全家都在京城的时候，这一晃眼什么都没了。牧羊啊，你刚才不是说跟我在一起什么都不用想，心里只有快乐吗？我不许你想那些不愉快的事情，我可以请你跳舞吗？可是我不太会跳西洋舞。没关系的，我可以教你。手这样放，然后把它抬起来。在跳舞的时候，要看着我的眼睛。听我教你，先迈你的右腿，向前一步，左腿，向旁边一步。好，还像刚才那样，还记得吗？好，那听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抬起头，然后看着我的眼睛。我怕踩到你的脚。这不会的，你只要看着我，用你的感觉跟着我的脚步就行了。是吗？当然。大当家，你今天上哪去了？下山。下山得跟俺们说一声，你是山寨大当家，咋能不声不响就出去一天呢？我不是回来了吗？哎，你说的倒容易，你跟你爹一样，做事没有个交代。哎，当年你爹不声不响的出去了，后来就没有回来吗？要不是我多了个新娘，他可能连收尸的人都没有。你不是也想这样？你。我一想起过去就有点激动，你就多担待点。我也不对，下次注意。你这次下山是去看新义镖局的量表会吧？这种事情有什么不可以跟大家说吗？哎，你去找镖局的那个叶丫头了吧？大当家，不是我说你，你真有点丢大当家的份儿。哎，你要真喜欢一个姑娘，你把她抢过来不就完了吗？这么麻烦呢？我说去找她了。哎，不是就不是嘛。哎，这次量表会他们少镖头的功夫练的咋样了？非常的高。不值一提，其实也一般。哎呀，老大，你的表情能不能有一点准主意嘛？他的功夫和我表情一样。嗯，不可。可琢磨。桂姨，你看，闭关了这么多天。没喝我亲手做的莲子汤，都瘦成这样了，真够辛苦的。我辛苦倒是不辛苦，只是想您的莲子汤想得很辛苦啊。哎呀，我们奎儿啊，就是嘴甜。
这大晚上的你不睡觉，你在这干嘛呢？我是在想怎么革新我们的信义镖局。现在时代不同了，这经营镖局也得有新的办法嘛。哎呀，你别说，还真有个总镖头的样。你放心，桂姨会全力支持你。这可是你亲口答应我的。就这么定了。快喝吧。哎，走了啊。桂姨再见啊。就这么定了，姐夫，哎，姐夫，你们这父子俩半夜三更的都不舍得睡觉，这唱的是哪一出啊？我睡不着，出来溜达溜达。哎，他在里边干嘛呢？你今天一宣布把总镖头的位置让给他，他就认真了，现在正在里面写镖局的革新计划呢。哦，哎，姐夫，你问我干什么呀？你自己进去看看。看什么？有什么好看的？奎儿也不小了，我老在后边盯着他，他反而长不大了，什么事儿都没自己的主意了。我就说让你去看看，你就一箩筐话。你要是不去，我就不管了啊。那我走了，快点回去睡觉。去。还说不去看呢，骗人。只要配上火器，我就算没有武功也不要紧了。二姨，二姨，哎呦，舒服，舒服，舒服。二姨，哎，不行，哎，你报复我是吧？哎，不不不，二姨，我求求你了。你求我也没用。不是，二姨，你看。这是你好我好的事情啊，是不是？你说你出钱给我们警卫队都配上洋枪，哎，你说以后那小五魁他敢跟我抢格格吗？啊，你这以后那山海镇那不全听我的？嗯，我全听二姨您的了吗？废话，我能不明白这些呀？可问题是您那要配的是洋枪啊，你以为我在王爷府刮那仨瓜俩枣的够你干什么使的呀？那怎么办啊？那难道我就让萧五魁一辈子就骑我脖梗子上拉屎？我就得让我们警卫队永远看着信义镖局的脸色行事？哎呦我的天！赶紧的呀！啊！就你看你那个怂样子，我看着就来气。你急什么呀？啊？那你以后怎么跟我办大事儿？嗯，难不成二姨你老人家？有办法了，不就是钱吗？啊，这事儿最好办呢。你看这外头，那个，啊，还有那个，是吧？那不都是人吗？都是会走路的钱袋子呀。是钱袋子没错，而已。那问题是那钱袋子是人家的，我怎么掏？你怎么还得我教呀？用这儿想问题，这儿。啊！你不是有杆洋枪吗？啊！你就往那儿一拍，我看他们谁敢不服！我还不信了呢。那个二姨，我那枪吧，他怎么了？我可告诉你啊，你要是在警备队这一块还混不出个名堂来，你以后也别跟我叫二姨了啊！我丢不起那个脸。好吧，二姨，那个钱的事儿您放心，就包我身上吧。啊，哎，
轻点儿。虽然俺现在是个烫子手，但是总有一天，俺一定能成为镖师的。哎，你要想当镖师啊，警觉性这么低，怎么行？少总镖头，您能不能别一大早上就吓唬俺呀？看你这状态，就是不一样了哈。不愧是拿了亮镖或者头把手啊，跟前两天完全不一样了。那当然了，经过这一次的亮镖会啊，我明白了一个道理。啥道理？吉人自有天相，只要我用心去想办法，天底下没有解决不了的事。嗯，是不是像俺一样一心想当镖师，结果就尽了心意？嗯，也可以这么说。自从昨天赢了擂台之后，我算是知道了，其实我天生就是开镖局的。我昨天整整想了一个晚上，想到了一个绝世妙计来革新我们的镖局。哎，雷儿，你瞧好了，今后的信义镖局绝对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，只要经过我的手，信义以后就会是天字第一号镖局了。哼，那你赶紧找总镖头商量商量这个妙计吧。嗯，好。少镖头，走。哎，少镖头，您这身功夫不但在咱们全镖局，连外面的人都夸呀，天上少有，地下无双。还早啊，你看看你现在都成什么样子了，赶紧练你的功去，拿出信义镖师的样子，快去啊。是是是，小的这就去。少镖头，你咋了？我怎么了？俺以前没有见过你这样训人啊。现在不一样了，我很快就要接手镖局做总镖头了，所以呢，现在就要把规矩先给做出来。雷儿，他那个样子你也看到了，以后千万不能像他那样，知道吗？哦，那俺也赶紧去练功了。嗯，快去吧。是少总镖头。嗯。我应该要好好的整顿镖局，让信义镖局名扬天下。要不是看着你可怜，连话都说不全乎，我也不会收留你。这工钱呢是少了点，反正乐不乐意干呢你自己拿主意啊。我们这信义镖局也不缺伙计。钱不是问题，有吃住就行。包你食宿，管你三餐，不过饭是有定量的，你要是吃多了，月底扣你工钱。行。镖局有镖局的规矩啊，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啊，不能埋怨，不能偷懒儿。行。一年呢允许你病两次，一次不得超过两天。贵爷，不行，他不行啊。哎呀，怎么不行啊？你看这小伙子，这身体这么好啊，又听话，最主要的是还不计较工钱，咱这不等于出门捡了个宝吗？不是贵，因为真的……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就这么定了，今天你就开始干活吧。哎哎，那谁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阿良。阿良啊，阿良，你到后院看看有什么活就干吧，去吧。哎。你说你这丫头，我什么时候亏待过伙计们？净瞎说。哎，请跟我来。你来干啥？当伙计。你当俺是三岁小孩那么好骗呢？哈，你来镖局到底是干啥？看你。俺是正经问你呢啊。你以为俺会相信你放着大当家的不做，跑这来当伙计吗？你是不是对镖局有坏心？没有。我告诉你啊，别耍花样，赶紧回你的土匪窝子里去。你叫我回去当土匪，你让我做好
做好人，现在又不让我走正道，那你真没有坏心吗？发誓，没有。好吧，那俺相信你一次，你能走上正道呀，也算是件好事儿。那我的身份呢？你放心吧，你既然想好好的当一个好人的话呢，那你的身份俺绝对不会跟别人说的。不过你要记住了，如果你要做出出格的事的话，俺第一个就把你揪出来。雷儿，雷儿，告诉你啊，你来这儿必须得守规矩，知不知道？你是新来的，有啥不懂的来问俺，俺一定会告诉你的。哎，大成叔，好你个雷儿啊！少镖头还说你在好好练功呢，你倒跑这儿偷懒来了。这不新来个伙计吗？正打招呼呢。啊，少废话啊，赶紧跟我走。哦。这个时代再怎么变，这洋枪啊，还是不如自己手底的真功夫实用啊！啊，尤其是我们走镖这一行，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，那就得出手，一点耽误不得。哪有时间什么装子弹了、填火药了？你啊，再多走几次镖，你就明白了。这火器呀、啊，